动机与名模 Amanda Stellan、 Mandy Lu 等出席了某芭蕾舞鞋品牌进驻香港庆祝酒会， Mandy Lu 更于现场翩翩起舞，让人大饱眼福。平时就习惯穿平底鞋的梁咏琪对芭蕾舞鞋十分喜爱，更笑称为了漂亮的衣服鞋子而很想升级做妈妈，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计划。其实我到将来真的有可能是为了好看的小孩子衣服跟鞋子，就真的很想去生个小孩子因为真的太可爱太好玩，但现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就是顺其自然。对，前几日梁咏琪在台湾携老公一起登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大秀甜蜜，现场她则解释说当天是两人新婚后第一个情人节，让老公登台也是意外之举，只要大家喜欢就好。那一次情况比较特别，因为那一次是情人节，那我们的第一个情人节，所以他就飞过来台湾看我班，然后就很好奇就一起去上通告，然后就主持人比较深情难却，所以就也上节目讲了几句话，但其实我们都很轻松了，我们也没有太紧张，就觉得这次觉得大家受落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